开秘书要见好心痛，如何帮荷包止血？因为他打到吗啡疹，然后这样子下去，一个月其实好几万。所以他变成现在针灸一个礼拜就是三次，所以他就减得很低。一个月省起来的价格，生活品质还更好。有没有自费的化疗可以打？他说我们要去开二十四万，还是打一下多少钱？九十六万。真的？打下去，对，现在大概百分之一点五。 你花了100多万，其实也没花半毛钱，因为他有保险，只是支付都付掉了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